第十五题，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知，钾钾铝矿产生铝的反应中，钾担任什么角色？我们看到这叙述里面说，钾将铝矿中的铝还原，所以呢，钾把铝还原，所以钾就是所谓的还原剂。因此，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钾钾铝矿产生铝的反应中，钾担任什么角色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还原剂。